大家好，我是14。首先祝大家新年好呀！但对我来说，这个跨年夜，说好听点那就是一坨屎，说难听点那就是连屎都不如。我大概怎么也想不到，2021年的最后一天，陪我跨年的不是炸鸡啤酒，也不是跨年晚会，而是一部在电影院让我如芒刺背、如坐针毡、烂到发指的史诗级大烂片《穿过寒冬，拥抱你》。说真的，如果不是电影院的爆米花还挺好吃，如果不是电影院的年年有余爆米花套餐居然敢卖56块钱，为什么他敢卖56啊？我肯定早就已经提前离场。其实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就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当看过点映的朋友听说我要看这部电影时，他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我这人啊，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毕竟这电影是薛晓路导演的，而他的《海洋天堂》我还挺喜欢的。毕竟这电影是黄渤和贾玲主演的，毕竟这每个人的品味各不相同，有可能他不喜欢，我喜欢。但2个小时过后，我从电影院出来，我领悟了一个人生真理：人的头其实可以不这么铁的。我知道这部电影会很烂，但不知道会这么烂。这句豆瓣短评就是我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看这部电影之前，我看有网友评论说，这是一部讲述疫情期间普通人的群像剧。我内心以为的剧情啊，就是应该各行各业的人因为疫情相聚在一起，然后通过描述他们各自的故事，去展现疫情期间每个行业都受到了怎样的影响，最后大家一起相互扶持，共度难关。虽然这个情节套路，但只要人物塑造的好，故事拿捏到位，那一样是一部优秀作品。但看完电影之后，我发现是我太高估他们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什么是群像？有些人可能误以为群像就是塑造描述的人物多或者主角多就叫群像故事，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群像是故事以多个主人公不同的故事线穿插交错，共同推进剧情。那么穿越寒冬拥抱你是多个主人公吗？是的。那多个主人公共同推进剧情了吗？完全没有。我严重怀疑穿越寒冬拥抱你已经开始自创流派了。群像算个锤子，我们这个叫散装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出场人物看似众多，但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甚至有些角色之间压根从头到尾都不认识，即使把每个角色的故事单独拎出来也没有丝毫影响。就是说这剧情各管各的。在看这部电影时，我就在想，既然都选择这么拍了，为什么不直接拍个拼盘电影多好？什么我和我的疫情故事也行啊，但你非要玩什么多线剧情，最后这线是多了，但剧情没了。整部电影到处充斥着各种符号化的人物形象，人物的情感征兆完全没有让观众共情，所有的剧情都是为了煽情而煽情。但一个人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自动退场，故事之间不仅割裂感严重，而且每个故事讲的也是稀碎。之后内容涉及严重剧透，如果介意的朋友这边就可以自行退出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好剧剧透那是罪该万死，烂剧剧透那是积德行善。比如黄渤饰演的快递员阿勇是1号男主，作为一个李小龙迷，他从小就有着见义勇为的好习惯，所以这次疫情他在公司广发英雄帖，自告奋勇组织志愿者团队为医护人员护送物资。贾玲饰演的骑手五哥作为阿勇的同事，并不想参与志愿者，但是在一次跑腿送药的过程中，他结识了身患癫痫的钢琴老师叶子阳。为了能让叶老师对自己刮目相看，也为了能够多接触叶老师，五哥参加了志愿者团队。疫情期间，快递员、骑手的故事本应该有许多可以深入描写的地方，但导演偏不这么拍，他选择在黄渤上线10分钟之后让他直接消失，接着用大量的时间去描述骑手和钢琴老师之间的爱情故事。对的，贾玲和朱一龙开始谈恋爱了，故事一下子就从抗议飞到了爱情，这已经完全属于本末倒置了。也许有人会问啊，疫情期间的爱情就不能拍了吗？当然可以，但是这部电影的爱情完全就是小学生谈恋爱的桥段，2个人先是发短信，在一起吃个面，最后弹个钢琴，做一个约定。虽然他们是因为疫情相遇，但是贾玲的故事完全跟穿过寒冬拥抱你毫无瓜葛。你这么拍恋爱，那不是疫情背景也能拍啊。接下来我们讲第2个故事。中年夫妇刘亚兰和李宏宇都是企业老板，丈夫李宏宇开连锁超市，妻子刘亚兰开旅游公司，因为疫情的突然爆发，两个人的公司接连遭遇了资金周转问题。其实这个案例我觉得选得十分巧妙，角度也十分新颖，因为这题材极为稀少，或者说压根就没有电影去拍摄私企老板在疫情下遭受的打击。但电影选择怎么利用这个案例？剧情中两个老板就花了5分钟就拿到了国家提供的200万质保金退款，事情完美解决。然后接下来这对中年夫妇又开始谈恋爱了。丈夫李宏宇因为公务繁忙和妻子缺乏沟通，而疫情期间他们被迫待在家中，两个人开始互诉衷肠，最后解除矛盾更是造人成功。看这段剧情时，我是真的一脸懵逼呀！首先，他们矛盾的解决方式我就无法理解。刘亚兰因为丈夫好朋友老高借款迟迟未还，选择在大年30那天催款，老公认为这种行为让他面子挂不住，最后两人爆发了矛盾。之后当刘亚兰收回借款时，才得知老高其实早就染上了新冠，不幸去世。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要把嫂子的借款还清，而李宏宇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无法接受给好友打的最后一通电话竟是催款电话，两个人因此大吵大闹。但最终刘亚兰流着泪哭诉自己的不易，哭诉丈夫对自己不够关心，然后两个人突然相互理解，拥抱在一起，矛盾顺利解决。你没有看错，你真的没有看错，丈夫好朋友没了，但这对夫妇却因为好朋友的去世而和好了。 Holy shit， 导演你过来让我看看到底是你脑回路有问题还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那么我们说第三个故事，这第三个故事你猜一下到底是什么故事？3、2、1，没有猜错，仍然是一个爱情故事。这电影不仅散装，而且每个包装里的口味都一样。退休老医生谢永琴在疫情爆发下选择重回前线，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疫情结束后和黄昏恋人餐厅老板佩爷一起去领证。这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疫情下各行各业的人都开始谈恋爱了？不过讲到这里，各位有没有发现我忘了一个人？对，还有我们的男主角黄渤。在持续下线1个小时后，黄渤终于重新进入荧幕。但说实话，整部电影看完后我都不太记得黄渤的故事线到底讲了个啥，因为他压根没有剧情，他甚至连工具人都算不上。本来我以为黄渤饰演的角色作用是作为一个引线去串联起所有角色，让所有的故事最后可以汇聚到一起成为一个焦点，但很可惜是我想多了。黄渤除了刚开始当志愿者之后，除了救猫和三国家门而不入以外，就几乎没有任何剧情了。工具人好歹还有个作用，但黄渤的作用恕我愚钝，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作用，我甚至觉得他很多余。不仅如此啊，这部电影煽情的部分是我见过最直接、最不讲道理、最无耻的。整部电影就是通过角色的去世强制让观众落泪。叶老师因为脑疾不幸去世，实习护士夏晓在抗疫前线不幸去世，好朋友老高因为染上新冠不幸去世。因为故事讲得稀碎，铺垫几乎没有，所有角色的故事在我看来压根无法共情，一点也哭不出来。我觉得人物的突然离去固然可以体现疫情下的世事无常，但是在电影里导演滥用了这一桥段，每一个刻意营造的情节都在时刻输出我要你哭的意图，我真的哭不出来。毕竟强扭的瓜不会甜，强落的泪也不具备任何打动人心的力量。说真的，这部电影的演员表演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什么黄渤、贾玲、朱一龙、高亚麟、徐帆、周冬雨等等演员，我认为在演技上都是在及格线以上的。但如此标签化、脸谱化的角色，哪怕他演的是生活中的平凡人，也不会让人有任何代入感，因为人从来都是立体的、多面的，而故事更是如此。这几年的全球疫情给了艺术创作者无数的素材与灵感，在社交媒体上，在新闻报道中，无时不刻上演着属于平凡人的英雄史诗。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创作者仍旧只能把目光聚焦在爱情，聚焦在生死离别上的话，那我觉得你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了。